看一下我们的火花，爸爸的火花有几颗？38颗火花，可以换9件装备耶！哇。等等，雨天要帮守御爸爸哦，那弄这个斯泰古区冒出来了。你前几天的淬炼已经把你的运气透支了，那我们就先换爸爸平均哦。好啊，也可以啊。安头泰瑞尔军帽高组是不是三个军帽 ？OK， 哇，还可以一次按三个哦。九剑怎么可能没有出太古啊？九剑应该一定会出件太古吧？来，先来个军帽啊。现在是普通的军帽，还有八件啊，不用担心啊。啊，再见。Nope。我们花了1亿哦，我们生出了两个普通的军帽，怎么办？突然觉得好像不太对。要先摸狗吗？哦，好好好，摸狗啊！对不起，爸爸，我忘了帮你摸狗了，旺旺，对不起，原来是我没有摸狗。哎，好，摸摸 ，OK。那我现在摸完狗哈，那我觉得先来做个高组好了。No. 哎呀，高组，好啦，再一个高组，爸爸啊，没有，对不起，高组是爷爷，爷爷。Nope。哎，不是啊，已经四件嘞，不可能没有吧？写考，怎么我没洗手？好，我们高组的环节已经过了。军帽环节还有一个，我们军帽就放到最后吧，最后一颗。那我们现在来个泰瑞尔吧，泰国。No， 干你老旺旺，泰瑞尔，拜托拜托，阿弥陀佛，泰瑞尔，这到底会不会出泰国啊？是谁跟我说会火花会出泰国的、啊？是骗人的、啊，是不是你们一起联合起来骗我的？哎，泰瑞尔，干、no ，哦，真的有病哎。那现在换安头是不是？还有两顶安婆。两顶安头，鸡巴毛，我真的是不行啊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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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爸爸，两顶安头，爸爸现在的安头只有毒抗而已，那我们就要帮爸爸弄出一个攻速的吧，对不对？爸爸，四太古安头送给你好不好？爸爸 ，Nope， 爸爸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还有两件装备，英雄是最后才出来的，好吗？英雄最后才登场，不行啊，我们要贪心啊！四太古安头 ，Nope。哇，你这是什么阿拉丁神灯啊？我觉得这太有病了。等一下哦，妈的，不是，不可能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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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能。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啊。我要出绝招了，你们也知道我要出什么绝招吧？这招是有用的，之前用过了。妈的嘞，你们不要看我现在这样子，四太古军帽好不好？四太古军帽，四太古军帽。爸爸，爸爸。军帽四太古，哎、欸，有没有用？有没有看到？爸爸现在的头是什么？重点是什么太古？当然是四个啊！而且我跟你说，我不管他一太古、二太古、三太古，一定有冷却。Oh 妈咪，爸没有，太冲动了。爸爸，我跟你说，你有玩其他职业嘛？对不对？我们出社会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省时间的。哎，雨天进组队，好，雨天进组队，爸爸你要干嘛？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你是不是要我把剩下的东西拆掉再来？我来拿钱了，爸爸。好，感谢爸爸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爸爸，这顶怎么样？这顶也拆吗？你要做纪念吗？还是拆啊？我不用了。哎，爸爸头上已经有一顶一模一样军帽了，牛逼啊！拆了哦。OK， 牛逼啊！换了九个火花出来啊！拆太古冷却军帽啊！好，跟各位讲一下，我们啊、哦、安口了、哦、啊，目前有11颗火花，好，还可以做三件，换一高组二军帽。好，我们也不用念法了，我们不能一直每天都抱佛腿哦。好，先换一个冷却。哎，我干嘛喊冷却？好吧，喊了冷却也没有用，你喊破红了冷却也不会出来啊。再摸一次，我们爱护狗狗高组，高组，哦他老婆。好，我们这个高组齁，为了最后一顶四太古军帽出大招吗？好，要讨个吉利也，等我一下哦。每条大街上加油啊，每个人可以啊，军帽哦，这个之前有用啊，这招之前我有用过，它是让我打到那个 S 那个军帽，还是无心升空用的哦哦哦，我真的是哦，他妈的弯弯看，我们只怕，我们没有怕德鲁伊啊！讲什么东西？德鲁伊是我们的好朋友。哎、欸，哦，没事，你应该没有帮我补血吧？没事，我看错了。
没事没事，是我太拖不起了。那继续，没有 A 丽丝样，你还是玩得很好啦，真的。是不是你在那边秀打字啊？你那边哎，你秀打字的地方应该要帮你剪出来才对。好累哥哦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哎呀，没事，他消失这么久，你打个字，合理合理合理，帅爆了！我跟你讲，你那里是，你那里帅爆了。那个时间轴，我想要把它找出来。这累格到我差点一直没按到火，我真的觉得我今晚一定会失误。我的火盾一直差点没按到，阿宝，这个不会招怪的王就靠野蛮人爸爸把他敲掉了吧？爸爸加油！不会招怪，他不会招怪，十分钟挂掉吗？挂挂，我鼻子好痒。爸爸会不会打？这个野蛮人爸爸会不会等等没水啊？然后失败，最后一刻没有水，然后死掉。然后我也，然后他也不会招怪，然后死。今天什么三德鲁伊环节？我们先往前走，我们再回头来帮助德鲁伊。猛击的话不会，根本不哦，猛击不会掉血，只有零一百跟零。OK， 好。可是他没有帮雨轩补血啊，他会不会因为拔掉什么技能，所以他就哦没事哈、哦，好 OK， 那我就好吧，加油吧。本来是我这边要有小心哎，我会不会失误啊？对啊对啊，我觉得你好像讲的是对的。好，那我不要理你们了，那我就去呱呱了。我的呱呱还是有点伤害的吧？我活着就是对猛击最大的帮助，真的吗 ？OK， 好，收到了。啊，因为我死掉会扣秒数啊，不好说。觉得问题出在雨天伤害太高了。对啊，因为这是王不会招怪啊。可是小茶你又不能这么说，因为有我，所以我可以让打王的时候还有11分钟哎、欸。我还是有贡献。安头对法师有用吗？哎、欸，冰封球可能有用。那无限火盾带上去，目前是这样。我目前还是觉得有带上去，要测试一下。因为我自己是可以把安头法跑了，但是那个标准又更高了。单人没有我的话，他剑王还有十分钟，真的吗？他刚刚是八分钟打过啦，很猛，可以爬到133，很强的。现在打高的都是混血流，好哦，你自己是132，剑王剩九分钟啊、哦，真的吗？原来是我的问题，好，对不起，那还是要赌王啊，比军帽高，哎，那个怎么讲呢？就是我觉得要测的东西部分还是有点多。对，好比说火焰弹的伤害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有成功无限安头配法宝，法师最强的是火焰弹流派，火焰弹无限火盾流，因为应该这么说好了，安头要速刷的话，我们速刷最强的是冰霜画布，安头会会补血，所以速刷是完全不考虑安头，至少无限火盾法师完全不考虑，但是要冲楼层的话。你每个部位都，你每个冷却都伤害，你每个冷却都叠满的话，啊，可以试试看。因为我目前是用萨法尔，然后无限法袍，然后安头测过了。我目前打起来就是，可能因为光啊，就是不能使用那个冰霜跨步，就弱很多了。金玉晚上好，哎，怎么只剩四分钟啊？会过吗？我觉得这个爸爸我们真的可以继续哦，就是如果赌到有招，直接还要赌怪，要招一两次怪就好啊，他一次都不招哎、欸，呱呱，哎是不是？哎我认真哦，雨天在争求硬邦邦的加八流血满，133会过吗？可是剩三分钟哎、欸，好很好，幸运我们多了一个队友了，我等你很久了，压线是不是？好，好说好说好说啊，我好酸哦，他妈的。